依球交球靓波交俾人，转身即刻抽射啊！第一即刻拍平阿德斯坦，依下真系攻架十足啊！脚面一扯埋嚟，俾个加维兰一个入射，咁啊上下半场啊！跟住解围嘅时候，俾列斯奥，列斯奥封一封，变咗俾个好靓嘅直线啊！有啲幸运成分之下，解围嘅时候啊，列斯奥封到真系汤穿晒呢个直线。加维兰啊，对住阿辉冇办法，阿辉都尽晒力去防。跟住落嚟就入球嘅 show 啦，嚟自李文啊，叶卓文喺后防拦波拦咗好耐，郑少君万里兵，然之后加维兰顺势起脚啦。现索球咧，李文就越踢越生啦。卫队喺禁区里面继续都系加维兰，今次就俾翻郑少君搞掂啦。借花劲罚啦，个罚系边个呢？就系郑少君啦。后上范围就越嚟越大啊，不难掹噶。打到后脚靓波，放软手脚，75分钟，加维兰右路传中，基华利顿第一脚先被林俊杰救到，但佢再成功保中，当中系有你好多。好啦，继续系高波，呢边加维兰，今次攞到喎。